我们第四个表演节目呢，是由我们小班的小朋友要为我们带来《妈妈咪呀》这个可爱的舞曲。哇，每个小朋友手上都拿了一支麦克风哦。好可爱哟、哦，好漂亮哦！每个人都有麦克风哦，看看我们的麦克风，好炫哦！好，让我们一起欣赏小班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首《妈妈咪呀》。Thank you.